靠北！靠，吓死我！喊你你啊！那继续玩呢？我们回到游戏吧。怎么变这样？谁？所以那个门是开了吗？这个对啦。那是往上不往下，误会一场，误会一场。看这游戏现在真的才开始哎。靠！吓死我！喊你你啊！那他妈，我以为我要出去了，结果还是要在这个地窖里面。哇，这，果然没那么简单啊！第二章喽，为什么？他过不了，我们现在要去关火，对不对？没意外就是关火、啊。哇，这傻小，干不会爬起来吧？别闹！这种游戏最喜欢这样。开到上面这边没有？这个位置没有开动才有。有。什么东西啊？有没有恐龙的声音啊？哎、欸，靠背啊，小啦。不要，乱七八糟！你看不见我，不要！都走了没有？我现在好害怕哦，看为什么啊？哦，快！哇！怎么了？怎么会这样？我饿了。有纸。
看看，好像还好。超深，下面是水，对，好危险。这游戏还有接跑酷，对不对？我死恰恰嘞，不是吧，童心啊？这次要怎么做？僵尸！哎，这个 AI 做的很靠北呢。我靠，好危险！哦，心脏 Q 了一下。起来了耶！但是这个花真的是，这蘑菇真的是看起来很好吃。怎么了？我踢一个箱子下去，你也要生气？啊！操，到处都种这个啦，看起来蛮好吃的。你意外应该从这边了，没错啦。好聪明啊！这是一本第349天，哇，我在这待了快一年。我天，应该 OK 了吼。没意外，应该是这样下去没有错啊。可是这边怎么走啊？这边看起来是过不去啊，这边完全过不了，也只能靠这边啦。喂，这靠腰就可以过啊，白痴啊！可以过那边，好像不能过一样。有点太聪明了嘞。还他妈撞不掉，超猛！一定有问题啊，这个。先走。快不了，前面嘞。好，先回去看。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在等着我们呢？哦，扎头刀，卤肉面筋好吃哟、哦。就刚我们掉下来铁栏地方啊，过不去，绕了一圈，没有动。最可怕了，先把第一关往外。
清白的地方。只能下来一次哦，不能回去啊。嗯，好，这边蹲着啊，这边可以开吗？好，貌似就是要蹲下去。怎么了？